他怎么没有叫你？你扫我啊？扫机。交易完成，谢谢您的惠顾。耶、yeah.。121元没错。怎么样？所以他没有给我任何东西啊。他东西就能拿起来。你可以，你要任何东西吗？我可以给你啊。来。我的意思是说发票在哪里？发票。然后我的 OP 的那个会员也没有。你就当作来玩的嘛。我